Hello， 咁就欢迎咁多位听众朋友翻到嚟今日嘅国际大棋局啊！咁啊，进入节目之前咧，恳请大家咧就支持下我哋同埋所有咧喺香港、澳门就是、用粤语嚟去讲新闻啊，同埋去做时事评论嘅一班嘅 YouTuber 啦、评论家啦。咁啊，当中啊，亦都包括啊，即系我嘅老师梁锦祥啊，咁啊要支持佢嘅梁锦祥工作室，咁啊亦都咧要支持下我哋其他友好嘅，譬如大飞哥啊，比如啤利哥啊，我哋所有嘅朋友，咁同埋咧，亦都恳请大家咧支持下今日到嚟嘅，仍然有我嘅好朋友阿金家人啊，喂兄弟喺度啊，喂大家好啊，系啊。是啦，上次呢啊兄弟你讲完啦，你话喂美国呢你称呼佢做美共啊，跟住呢又讲到一啲嘅 terms 呢，咁啲听众呢就都几大回响啊。咁今次返嚟呢，咁不如专题就係、是、喂既然係咁讲下美国啊，因为上次呢你都提到其实原本我哋即係大家喺度夹嘅时候就话喂讲埋嗰个美国即係总统选举嗰件事。咁后咪发觉上次即係讲即係其他嘅話題啦，俄烏戰爭嗰啲咧，其實我哋已經縮短咗嗰、那個即係討論嘅時間啦。咁但係啊，奈何即係嗰個話題都好多，咁跟住牽涉到香港、澳門嗰啲啦。咁我直情要即係係做咗咁長啊。咁今次翻嚟咧，就即係講下個美國咁樣，即係個選舉啦。咁其實美國嚟緊嗰屆嘅選舉係點樣咧？咁其實嗰個都要講啊，但係應該就係、是、即係等你啊。去分析一下其實之前的選舉究竟發生了些什麼呢，又或者其實經過了這麼久，那現在其實這次的選舉對整個美國以至世界就是那一個的影響在哪裡呢，就是現在都可以就是講一下喎。那兄弟交支麥給你。那就首先由2020年大選講起啦，因為其實呢你問我個人的政治覺醒呢，除了2019年香港的社會事件之外，2020年的美國大選呢對我影響都很深，因為呢我是跟得很貼的，直情我不睡覺呢就看著那些直播，即是說的美國那些選舉直播，看著他怎麼出貓，看著特朗普怎樣沒了個位置，還要看著特朗普身邊有多少個猶大，因為如果你按聖經那些表面的內容呢就是猶大出賣耶穌嘛，所以呢背叛的人呢就叫猶大嘛，那變成就是你看到的究竟美國是不是真的非常之有自由啊、法治啊、民主呢，那就從2020年美國大選講起呢，那你看到這次結果的，如果你不清楚你只是看主流傳媒的，咁你就會認為，喂，唔係啊，所謂嗰啲舞弊都冇證據，都冇上到法庭，所有嘅指控完全都冇經過法庭審訊，即係唔成立啦。主流媒體全部都冇講過呢次嘅選舉有問題，即係冇啦。喂，特朗普攞咗7000多萬票。阿拜登攞8000多萬票喎，咁即係佢輸啦。即係如果咧，你睇表面咧，就係咁噶啦。咁啊，司徒，你係咪咁樣睇先？嗱，我直情嗱，我覺得咧，其實美國呢個選舉咧，嗱，我上次都好震撼嘅，即係我冇諗過特朗普咧咁樣去。俾人攞咗個位去，我覺得好荒謬啊！即係我唔相信咧，以而家呢一個世紀啊，而家嘅科技同埋以美國嗰種做事嘅方法，佢哋都係啲開明啊、先進嘅國家嚟噶嘛。如果佢哋唔叫開明先進，咁正常嚟嘅邊個國家仲可以咁樣稱呼咧？係咪？咁佢哋去到即係一直以嚟提倡嘅嗰個普世價值咧。我唔相信係會做呢啲事，咁但係呢一次咧，俾我嘅震撼就係、是，喂，其實啊嗰一個你俗稱啊叫 shadow government 啦，深層政府啦，同埋嗰一種隻手遮天嘅恐怖之處咧，即係我係第一次領略到咯，兄弟。嗱，咁好多人咧，首先就係講深層政府啊，咁就係好多唔同嘅名嘅，咁有啲人叫佢哋做。
Deep State 啦，有啲人叫影子政府啦，好多好多唔同嘅名字，呢啲都係叫陰謀論嚟噶。未喺2020美國大選之前，呢啲都係陰謀論。但係2020年大選之後，咁你又睇到阿特朗普咧，成日喺把口嗰度講，佢嚟做咩要做總統啊？好多唔同嘅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清除沼澤。他所講的清除沼澤就是清除深層政府了，但到最後的結果是深層政府沼澤將它清除了出去。其實這次的震撼就會令我真的個人醒了，即當日呢香港的社會事件呢，我就會覺得哇，憑我們香港的一國兩制、基本法，透過法律，透過本身的人權，我們香港呢還可以守住它的價值的。那麼一鋪的國安法就玩完了，是不是 同一年2020年的大選，國安法之後嘛，美國它用一個這樣的操控式的選舉，可以用一個這樣的病毒而捆身的郵寄選票，去將整個結果是強行性改變的。我是看著當時那個電腦系統計票啊，拜登曲線啊，即我是看著曬。咁當時我仲係同人爭拗，喂唔會嘅，嗱呢啲咧壞人做嘅嘢，壞人做嘅嘢咧喺美國咧最高法院。司法部他們呢會處理好這件事，這樣呢會有法治呢彰顯的，特朗普呢到最終都可以拿回他的總統位置的。結果呢，結果不如預期。所以其實很多人呢，如果再跟我說呢美國是正義自由的燈塔呢，我真的想說粗口呢，問候他娘親，他現在做的事跟中共舉手投票機器呢其實差不多，不遑多讓的。很簡單來說，就是一班人就透過所謂的一個制度，其實無論是共產的制度、民主的制度，當你騎劫了，當你本身的 那些人不想放棄的權力，其實呢是一樣的。不要以為個名字好聽，它的結果就很好，其實不是的。如果大家去看一些歷史學家或者政治學家，即是你問一下他們，很 很多的書籍都有說，政治當去到極左和去到極右，結果都是一樣，是一些人呢，殘暴的人呢去統領人民，而是壓榨人民的。不會啊，有人民呢去管理政府這件事的，極左和極右到最後都是一樣的，希特拉都是人民選出來的。那當然啦，其實最關鍵的重點就是個選舉，因為選舉真確性呢是會很影響這一屆的政府和這個政府是怎樣運作的。而大家都看到特朗普呢，他最初第一屆的對手是希特拉，那一次呢我當時是買特朗普的，很多人都是買希特拉的，啲人問我點解會買特朗普，跟住我話其實特朗普做總統係會好好嘅，因為我睇過佢國內一個即係美國國內嗰陣時嘅節目《飛黃騰達》，你問我係一個非常之有領導能力嘅人嚟嘅，但你問我熟對佢熟唔熟，我唔熟。但係所有嘅主流媒體，由佢參選黨內初選到佢選舉，都係一面倒，話佢係花翻公使啊、花 fit 啊，即係對女性不敬啊，好多呢嘅新聞。直到依家，通俄門呢啲全部已經被證實係假嘅。但係你可怕嘅地方係點咧？無論佢做得幾好，無論佢一月六號呢件事，佢冇鼓動大家衝入去國會，但係如果你睇翻唔係主流媒體嘅新聞，即係譬如保守派嘅新聞啊，或者我真係
我有朋友在國內，在美國的國內呢真的有參加某些選舉的，他講一些真相給我聽，真的很恐怖。為什麼上次呢我跟司徒做過一個47人案，我真的不知道司徒知不知道，1月6日，講的是2021年的1月6日，其實拉了百多人，那百多人大部分都沒有放出來，而有小部分放出來的那些人做了什麼？做了污點證人，去指證被拉那些人，他們就真的搞暴動的。那麼司徒，你有沒有聽過這些新聞？我冇乜特別留意到啊，即係47人案，即係我自己嚟計，我瞭解嘅嘢都係比較片面咯。即係你講，我冇特別去跟進啊，拉咗幾多啊，邊啲人又點樣？因為始終我自己嚟計啊，我唔係身處香港啦，咁啊，所以呢部分比較抱歉，兄弟，我真係想問你啊，美國1月6日衝擊國會事件拉咗百幾人，你知唔知？你話1月6日衝擊哦，我知道啊，特朗普嗰單嘢啊嘛，佢話係啊，到依家都冇放過嗰啲人。我記得佢嗰陣時咧，佢又話咧有一個其實佢有上到啲訪問嘅，就係佢喺美國係做我唔知係 Walmart 定係 Costco， 我真係唔記得咗係邊間啦。跟住係個收銀嚟噶嘛，跟住佢上作工啊嘛，咁跟住當時仲要係個法官咧，佢係唔承認其中嘅三份供詞啊嘛，話佢哋嗰個證據啊，佢哋俾嘅口供過分主導啊嘛，我仲好記得嗰陣時候，我有去睇到嗰、那個報道嘅。我咧就係透過我喺美國嘅朋友，佢係即係屬於唔係民主派嘅，因為有啲人咧曾經即係支持過民主派嘅。就算有一啲我而家攞翻嚟嘅資料咧，即係曾經佢哋投票係俾投咗俾希拉里，因為當時佢哋都未醒嘅。咁之後咧就見到特朗普做嗰四年咧，其實令到美國人咧好多人係醒咗嘅。咁你問我共和黨係咪好黨咧？我可以直接同大家講，唔係啊！共和黨都唔係啲乜嘢好黨，佢哋被滲透嘅人咧都好多，無論係中共同埋美共，所以嗰啲人咧就俗稱叫做美國 Wino， 即係出賣共和黨嘅人渣啊！其實佢哋係深層政府或者係美國民主黨嘅內應嚟嘅。咁你睇呢、這個投票就知道了、即等於好像香港那些不知道為什麼民主派突然之間在某些情況的時候呢是會投棄權票跟著被法例通過的，其實就那一下就明白，就是這些就叫政治協商和政治妥協，美國他是佼佼者來的。那好了，那究竟其實美國的政治是怎樣呢？因為如果我未在2020年大選之前呢，你問我奧巴馬是一个什么总统，跟着我会答你、他是一个谦谦君子啦，就你问我他做过什么呢，我真的答你不到。总之就我就觉得他很识演讲，说话说得很动听，但是你说他任内里面做过什么呢，讲不出的，我只是知道 Obamacare 而已。但是呢，我在当地美国的朋友呢个个屌他这个政策是很差的，还有个个都即是你后期访问他的人呢很奇怪的，个个都没有，都是说奥巴马做得很差，任内以来是极差。但是不是、你看主流媒体那里全部都赞他的，又说他拿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在 他在任的时候打了很多场仗，是不是拉登他说他杀了的嘛，海豹突击队杀了拉登，但是尸都没有，只有得张相，受审的过程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即如果用美国那种司法制度，你不是应该是他投降你拉他，然后坐监，然后就再上法庭。喂，当日好像萨达姆都是这样的，但他不是直接击杀，然后就毁了容。即係好多血跡咁樣啦，咁影咗兩張相就抌咗落海啦。咁樣處理呢件事，其實冇人質疑喎，主流媒體都唔質疑，但係我當日睇到呢段新聞，我已經質疑乜美國係會做啲咁嘅嘢嘅咩？唔係正義嘅咩？
未審啊先殺。咁所以其實當時我已經好懷疑㗎啦。咁但係好啦，容後再講呢啲事啊，因為你講佢之外咧，你就要講埋拜登同埋希拉里。希拉里咧，通俄門事件啊，監聽特朗普嘅事件，其實呢啲新聞咧，主流媒體基本上都睇唔到。班加西事件好多人都唔知道，電郵門事件好多人都唔知道。但係對於我呢啲知道嘅人咧，就會發現特朗普話要清除沼澤，就係清除佢哋呢班人出賣美國，用自己嘅私利殺咗唔少人，係真係殺咗唔少人，或者係令咗好多人死亡啦。咁但係咧，冇一個法庭，冇一個部門可以將佢哋繩之於法嘅喎。咁而喺2020年大選嘅時候咧，好多人咧就將呢啲佢哋嘅罪狀啦，就公布咗 Twitter 啦，同嘅社交媒體啦。咁我就睇到啦，知道啦，甚至乎有啲國內朋友佢都知道，就 send 咗啲資料俾我啦。譬如即係戀童嘅問題啦，美國嘅戀童嘅人咧喺政界裏邊咧多到你唔信。最近你睇到啊 ，Twitter 某一啲啊，或者某啲大企業咧，炒咗嗰啲前朝嘅官咧，前朝嗰啲高層職員咧，喺佢辦公室裏邊咧，可以揾到咧，搜到咧一大批性用品嘅，即係話 SM 嗰啲。咁而呢啲人咧，竟然係得到重用嘅喎。而如果你睇翻美國嗰個政治咧，好奇怪喎，你越犯罪，你越戀童。甚至乎你建立嗰個邪教咧，嗰啲投資企業咧，佢竟然係要繼續扶持你，繼續用你喎。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咧？美國一套電影新上畫咧，《閃電俠》啊，嗰個咧演員咧就已經係喺即個電影幾年前拍完啦。咁喺未上畫之前呢兩年咧，就起啲即整咗啲。組織了一個邪教出來，又搶劫又偷錢，上了美國的媒體新聞，但到今天宣布 DC 竟然是說他繼續捧他，五六月繼續上一套戲。這些很奇怪的，如果你在正常以前美國社會的話，這些直接是切檔，部電影不能上，取消，換人，是不是？就是不是這樣，美國整個社會在走那個制度，如果當你了解的時候，你又覺得很可怕。而這些種種一切，我自己了解就是從2020年美國大選之後，逐步逐步看美國的資料，逐步逐步看，我就發現美國根本就跟中國是沒有分別。藍州、紅州就不同了，紅州呢就行保守主義呢，還叫做即是有道德、有法律、有法治，仲有同理心，但是在南州完完全全是一个呢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在美国那边呢就叫做社会主义管辖的国家。因为为什么呢？很简单，我讲的东西呢大家就会明白了。你在2020年美国大选去到最高法院，是完全不审理有关质疑或者是点票机的问题的案件。即是说所有整个的司法基本上都是对特朗普是敌对的，当时是九个大法官，七个包括是共和党里面，包括是特朗普选的那些大法官，七个都是不会支持审理任何有关选举的案件。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美国有个岛叫天堂岛，咁有个人叫爱伯斯坦，而其中一个大法官呢，首席法官呢，甚至乎是出席过天堂岛那里。咁当然他不承认啦，咁但是其实你问我啲相啊，嗰啲资料啊，我都睇过，亦都流传咗出嚟，喺天堂岛嗰啲上飞机呢，有啲飞机去天堂岛有啲名单㗎嘛，都是有晒呢班人啲名字。咁玩啲乜嘢呢？就頭先我頭先講嗰嗰種啦，戀童，甚至乎有啲某啲皇族嘅王子啊，係俾人控告緊嘅。啊，當日佢呢度啊，有一啲強行嘅性行為啊，或者係強姦啊，
即係講緊皇室啊，都係有嘅，係有呢啲案嘅。咁你問我到最尾告唔告得入，全部唔告得入。但係有冇證據、有冇資料、有冇文件，全部都有。有埋證人都告唔入，或者到最後逼到你以政治壓力咧庭外和解。嗱，呢個咧就係現今嘅美國，係現今2020年嗰次選舉之後咧，呢啲事係變本加厲，係冇改變過嘅，越嚟越衰。其實喺我群組裏邊咧，有啲朋友咧，即係網友咧，本身就喺加拿大住嘅，有啲係美國住嘅，佢哋俾我資料咧，佢都係話俾我知係幾差嘅。而最新你睇到嘅就係 Twitter 呢件事 ，Twitter 馬斯克買咗，佢公布咗好多資料出嚟 ，Twitter 當日點樣操控大選人民嘅睇法，點樣咧就唔俾有關抹黑大選，即係譬如話抹黑民主黨有呢個造假，抹黑民主黨即係喺點票機做手腳呢啲咁嘅新聞，全部咧就封殺曬。講真話有曬證據嗰啲唔俾出，反而就係、是、支持呢個選舉係公平公正嘅，咁咧就叫特朗普認輸，咁啊拜登實至名歸嘅。啊呢啲咁嘅大話新聞咧，就喺 Twitter 嗰度咧廣泛咧咁去播嘅。所以有段時間咧，我係唔玩 Twitter， 因為裏邊講緊啲嘢咧係好假嘅。咁但係就係美國人信，有一半美國人真係信，又。即可能你傳媒的導向就導向到最初覺得這次選舉是有舞弊情況，但是不同的媒體 CNN、Twitter、搜尋器裡面，即你會慢慢慢慢曾經公布過出來的資料都沒有，會被消失的。那你是想像不到美國是恐怖成這樣的，你想一下，你控制媒體去講一些大話，你跟國內有什麼分別？你控制個媒體隱瞞一啲大話，唔公布一啲真實嘅信息，有咩分別？最重要就係你辦理嗰啲案件，由地方嘅法院去到地方嘅最高法院，去到聯邦嘅最高法院，一啲敏感啊，一啲會影響佢哋權力嘅案件啊，全部唔審，逼咗三年，由2019年啊。尾啊，已經開始出嘅啦。有單新聞就係獵人拜登佢個電腦門事件，即係佢攞部電腦咧，好似陳冠希咁樣去維修人哋，見到裏邊嗰啲資料，全部 copy 曬出嚟，公佈咗出嚟。我都睇過一部分，佢同奧巴馬即係懷疑啦嚇個女吸食毒品，同埋佢同埋一啲細路女。即係喺間房裏邊，著得好性感個細路女喺度，即係大家明啦嚇。呢啲照片我都見過，好早已經有啦。咁去到美國大選之前又出咗一批，去到2021年又再講，講足三年，佢直到依家先至抌咗去呢個叫做 FBI， 先至話會去審。不停喺度，即係有班權力核心嘅人啦，即係佢真係操縱權力嘅人，不停利用美國法律嘅漏洞，唔公布、拖延、唔簽一個名，成件事都可以無限咁拖噶啦。咁你話咁我講咗咁多呢啲啦，利益、錢、操控，你諗下呢啲嘢美國全部都做曬。只是在2020年美國大選相關的事，跟住仲要用政治打壓拉咗一班人，拉咗佢坐監，唔放唔審。我就問下各位網友，我講呢啲嘢，即係未必係真嘅，係咪先？你都可以查嘅。假如係真嘅，同國內有咩分別？同國內有咩分別？同中國有咩分別？當時我已經覺得係美國真實嘅美國係咁嘅，仲要恐怖就係點咧？冇錯，你有個選舉喺度，但係你整個選舉啊，
由你去投票嗰一刻撳嘅機器，即係叫做多米尼系統，嗰陣子開始個結果已經可以操控到啦。去到最近嘅中期選舉仲犀利，犀利到點咧？除咗就係喺呢個，如果冇記錯嗰度密切跟蹤，仲打緊官司啊！而家係你可以啲點票機突然間有超過40% 咧，係突然間喺投票嗰日出事嘅。跟住咧，你如果想攞個紙票作為記錄，即係你投完票攞去 print 出嚟啊，跟住即係作為一個記錄啊嘛。你可以話冇嘅，壞咗嘅，然之後哦，你可以收嗰個短信啦，電子呢個選票。咁呢啲嘢咧，全部咧透過電腦咧都可以造假嘅。咁變咗係點咧？佢好簡單嘅啫，每一個州就有選舉人票，每一個州都可以選到咧，就依家就係參議院、眾議院嘅，你全部都可以透過電腦系統咧去內定嘅。所以變咗咧，你問我美國選舉咧，我真係不敢恭維，我唔覺得係一場真正嘅選舉咯。阿司徒，我講咁耐，你有咩唔明白想問，可以問一下先。嗱，其實咧，即係我想講啊，第一，即係嗰個多米尼系統咧，其實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咧，咁一直嘅所謂聽到啦，嗰啲嘅徹查啦、聽證會啦、所有嘢啦。但是事實上你看到好成件事咧，係隨時間咧，係好似係被淡化同埋刻意係轉移出呢個公眾嘅視線嘅。跟住你同我講，你話喂，去到下次2024年又再選嘅時候，咁你會有個陰影喎。我相信呢個陰影係唔止係所謂我啦，或者係特朗普嘅支持者。你咧簡單，應該美國公民其實呢件事咧，大家即係心裏面都會諗啊，喂，究竟嗰樣嘢係咪真係可信咧？同埋是不是真的咁明目張膽可以操控到個選舉呢？如果是咁嘅時候，是不是只要嗰一個嘅總統又好，嗰一個嘅人選出嚟，包括可能驗屋到其他嘅議員啦嗰啲，是不是只要嗰啲人佢唔係你所鍾意或者你支配唔到嘅，你就可以利用呢啲嘢去將嗰啲人篩出局呢？即係嗱，點解我哋今日呢要首先要回顧返呢一個選舉？因為呢件事呢，其實而家去到而家啦，隔咗咁耐啦，又話下屆又嚟啦，即係件事好似好快喎，即係好似啊，尋日定前日發生咧咁樣，眨下眼就到啦，即係個時間過得好快啊。但係你係得唔到一個即係叫做話判決啊、公正啊，冇嘅喎，即係成件事咧，你同疫苗一樣咯，唔好再去作出啲咩調查啦，唔好再點樣點樣，好似就變咗冇件事啊。咁如果你咁樣嘅話，究竟成個美國嘅選舉制度？我讲的是整个的选举制度还信不信一个啊，包括邮寄人选票，包括那些选票机，包括各种的东西。那么这一道就是我很清楚啦，因为兄弟你背后做了很多功课，你跟我闲谈都讲过的。那不如你去讲一讲好吗？但我想讲呢，这个选举呢，它封杀的程度呢就严重到点呢，我真的怕这条片。因為咧喺2020年到2021年咧 ，YouTube 封台咧就兩樣嘢嘅。一開始係講選舉5B 事件，大匪都俾佢搞過啦，封台唔係黃標咁簡單，就係話如果你再講嘅話咧，就停你7日噶啦。真係試過，後期咧就疫苗，即係你變咗就係話你喺 YouTube 嗰度你直情唔講得呢啲。唔講得到點咧？咁我成日都話啦，喂，咁外國有個好大嘅媒體啊嘛，華人媒體叫法輪功啦，大家都明白，連法輪功都唔敢講呢樣嘢，封咗佢哋把口。如果佢哋講嘅話咧，就喺當地嗰度咧，即係嗰啲啊，嗱，又用呢啲招數，就會話你呢個組織或者係呢間公司有問題。帳目有問題，欠税查税，即係老實講啊，你唔好以為特朗普咧，即係俾人哋政治打壓啦，咁咧就話佢偷税漏税呢啲咁嘅嘢咧，淨係得特朗普，唔係。去到最嚴重嘅時候咧，佢封咗一啲聲音咧，封你一啲聲音咧，其實佢都會向一啲公司同埋一啲媒體咧發出警告。
而呢啲咁嘅媒體咧，係收咗聲，啞咗啊，唔再講。由最初興致勃勃，2020年大選直擊，跟住後期又發現，喂，唔係，嗰原來背後嘅勢力咧係唔俾你咁講嘅。咁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跟好貼咁樣，好似我呢啲咧，就知道咁多嘢啦。咁尤其是後期，我知道奧巴馬啦，啊，真係有幾樣要講。第一，點解？大家會好奇怪，國內我哋中國都未去到咁極端啊！啊，即係喂，如果你話同性戀或者咧即係你中意個人妖，你喺香港或者係國內咧，即係你好反感噶啦！哇，你搞同性戀啊！即係你唔會話喂你歧視佢啊咁樣，唔會喎，係咪？即係你要尊重佢啊！你唔可以歧視咁樣。呢啲聲音咧就比較少嘅，所以嗰啲人咧，國內嗰啲咧，因為我認識好多某幾個啦，即係女仔又好，男仔又好，佢同性戀嘅，佢都唔敢張揚，唔敢講，亦都唔會想俾即係自己父母知嘅。香港都係，咁但係美國唔係。如果同性戀，尤其是南州啊，你批評佢，咁你大禍啦。你嗰间学校嗰啲唔知点解阿 Sir 教授咧会捉你出嚟，要你写道歉信。即系你有个同学，可能佢比较系中性打扮嘅，即系佢系即系已经认咗只同性恋啦。你批评佢，或者佢人妖啦，你批评佢，你冇好日子过。系会有人咧，好似红卫兵咁样咧，打压你、批斗你，然之后咧有压力嘅，令到你甚至乎退学，要你承认错误添。你睇下美國嗰啲依家乜嘢音樂節目，唔知係咪叫格蘭美獎啊？好多唔同嘅，即係其實算係左派嘅資金搞出嚟嘅，就奧斯卡其實都係啊，即係一啲音樂頒獎典禮啊、電影頒獎典禮啊，你總會發覺某啲人咧就著到鬼五馬六咁樣咧，然之後佢係人妖嚟嘅。咁你要記住，你係一個人妖咧。咁佢做 CEO 又好，做嘉賓又好啦，台下一定係一片掌聲嘅。你唔能夠話唔中意，你直情喺 Twitter 或者喺唔同嘅社交媒體講話唔中意呢段嘢咧，你係會收到警告嘅。你唔可以表達唔中意呢一啲人妖或者呢一啲表演者，甚至乎佢哋可能發 Twitter 之前啊，發 Twitter 或者咧就係有啲節目。他們暗地裡是推廣每一個人都應該變性的，暗地裡推行戀童的，就是透過他們做的那些節目或者拍的片，就暗示這些東西是對社會有益的，有益的，是不應該是犯法的，你批評他們這些影片都不行，他就會怎樣說你呢？美國是一個有言論自由的社會，你不可以這樣說，warning你的。但是在同一時間呢，就對於講真話的特朗普啦，或者其他支持特朗普人啦， Twitter 未馬斯克未買手啦，就封殺曬 Facebook， 封殺曬。你會覺得好奇怪的，點解美國的風氣呢在這十幾年會變成這樣呢？即是在我們這些人眼中呢，就算在中國人眼中都覺得美國真的很妖孽的。我在這裡講一講我自己分析的原因給大家知道，原因就是因為奧巴馬現任的妻子就是一個男人，大家可以找一下那些片，不容易找，但是有一個已故的影星，有記者訪問他，就問他啊，你對於未來啊，如果有一個即係女性嘅總統啊，或者咧即係你對女性做即係做美國總統，又或者咧變性人啊，做到咧就美國總統啦，有咩睇法啦？跟住呢位咧就資深嘅娛樂圈人就話嚇。呢啲嘢咩有乜好睇法啫？咩咁奇怪啫？奧巴馬個老婆咪男人咯、啊，
真的这样讲的。跟住之后个记者再问吓、啊，你咪讲错？咩讲错啫？好多人都知噶啦，你唔知咩？跟住你又睇翻某啲片啦，即系奥巴马个太太啊，就出席一啲节目啊，喺度跳舞，即系你见到下边有支嘢，好奇怪。然之后我亦都睇过咧，奥巴马年轻嘅时候同即系佢哋真系好恩爱嘅，我冇无话可说嘅，两个男人。后生嘅相，咁就系你要明白就系美国依家嘅情况就系佢哋就系佢啊，即系首先大家要理解深层背后影子政府，明面嘅话事人嗰个就系奥巴马，即系好简单，一班有咗百几年权力嘅人要揾代理人嘅，就揾咗奥巴马，当时就做埋总统。奥巴马嘅出身，你大家可以自己查一下。基本上他有没有资格那时候选总统呢，我可以跟大家讲都没有，因为不是在美国本土出世的人是不行的。而且就是他完全是没有任何的背景，他只不过是一个很穷困的律师，他还要是即是搞基的、啊。那在这些情况之下呢，你问我呢，如果美国真的行保守主义或者是跟回以前那一种制度，即是列根时代那种，这些人是不可能做总统的。但是他真的选到了。以一个籍籍无名的律师，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即是刚才我讲的，即是同性恋无背景，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以选到总统。如果你说背后没有一个组织，没有一个很庞大组织支持他呢，我直情可以跟大家讲是不可能的。你看看特朗普这么有钱，他都斗不过这个势力。当然了，即特朗普最高的身家的时候只有六十几亿美金，即可能在很多人眼中说、哎、不是很有钱的，一个亚马逊都五千亿市值。但奥巴马一个普通的律师还要租都没得交的，但是可以做到美国总统，其实是很传奇的。但是当你看回他背后的东西，你又发觉其实不传奇，因为那个势力，深层政府的势力，每一个不同的阶段他就要找不同的人去做他的代理人，他的代理人就是美国总统。所以呢，就即係點解呢，依家美國變成咁呢，其實最大嗰個原因呢就係奧巴馬時代。咁跟住之後呢，就本來希拉里時代。希拉里係好意外嘅嗰一次，對亦都對於深層政府嚟講呢係好意外。即係你問我，其實當年啊，特朗普可以啊做到呢嗰四年總統呢，係一個黑天鵝事件嚟嘅。但是在那四年呢，就会令到很多人认为哦，美国真的有这个、公平公正的选举的、哦。因为喂，大家都想着希拉里会赢的嘛，特朗普用一个政治素人的身份竟然可以做到美国总统、哦。我可以告诉大家知呢，深层政府那班人控制美国那班人好漏等了四年。而在这四年里面呢，就不停地阻止特朗普呢在美国的施政，他们很期望，首先第一，他们期望将特朗普拉入他的体系那里，跟着不得了，就打击特朗普每一样的政策，然后就买通特朗普身边的所有不同的官员。所以你现在看回美国的政治，你会发现特朗普现在宣布选2024，但是同一时间他的女儿，他的女兒我不記得叫什麼名字，很漂亮的那個，就宣布退出政治，不再參與政治。但是在特朗普在任四年裡面，他的女兒是非常之積極參與的。但是你看回他之後那些、無論聽政府又好、或者呢因為、通俄門事件、要彈劾特朗普的時候呢，搞了那些完全是山安白做的聽證會，是竟然可以逼到特朗普的女兒出來
話特朗普咧當日嗰個一月號嗰個決定唔係幾好，但係我又睇過一條片，一月六號嘅時候嗰班人打算用人民嘅即係示威或者係人民嘅壓力啦，就到令到呢一次咧呢一次事件啊可以擺上最高法院。我又睇過條片，當時咧特朗普同埋佢個女啊。即係好興奮，特朗普好凝重睇咗當時事件咧，佢個腦咧，佢個女咧喺後邊咧，好天真喺度跳舞啊，就認為誒咁、多群眾壓力咧，呢件事到最後咧係都會咧180度都會改變嘅，即係佢父親咧都係可以咧繼續做到下一任總統。結果就係咪係政治天真咯？佢哋咪低估咗深層政府嗰個勢力咯？咁當然特朗普其實係知嘅，佢係知嘅。咁特朗普，你問我背後有冇人資助佢選，梗係有啦。甚至乎依家馬斯克即係買 Twitter 嘅所有資金，係咪真係即係佢自己諗辦法揾翻嚟一啲啊投資基金咧？我自己都抱有懷疑嘅。啊 ，Twitter 真係唔值400多億美金嘅。但係美國個政治生態咧就係咁顛覆、咁荒謬，所以你問我中期選舉一開始咁樣唱嘅時候就話：哦，今次咧人民已經覺醒曬啦，咁咧就共和黨咧係會攞曬兩會嘅，制衡拜登嘅參議院同埋咧眾議院都會攞曬嘅。結果咧參議院輸咗，眾議會選小勝。但係如果你計埋 Wino 喺裏邊咧，其實冇贏過嘅喎。而且你睇到頭先阿思豪講咁樣，美國咁多即係聽證會啊，又上法庭啊，一啲小案件啊，又要搞咗呢一次咧就查密切根州啊，同埋咧亞利桑那州又搞咗好多官司啊，去想查翻當日咧嘅選票啊，即係甚至乎有啲咩大峽谷行動，即係已經係。搞到咧就係啲選票咧已經係證明咗咧，一匹布咁長，就係有人改動過，有人偷咗，電腦系統咧就有改變過。呢啲其實已經證明曬噶，但係去到臨門一步，就算喺法庭嗰度啊，已經係證明咗選舉有問題，然之後佢將個波掉翻去俾當地嘅檢察官。叫個檢察官處理，個檢察官都可以用拖字決唔處理。一次一個2020年美國大選啊嘅選舉人票，到依家都冇退翻。跟住拖咗兩年，去到2022年中期選舉，又出現同樣事件。多米尼系統一睇就知係有問題。你問美國紅州那些個個都知道，甚至乎南州都覺得有30-40% 的選民都覺得呢是有舞弊問題，但是沒用啊，整個機制都是操控了一班政府即是官員裡面跟聯邦政府的官員，地方每一個州不同的政府官員，跟住再加上呢 CIA FBI 同埋最高法院，基本上其實好簡單啫嘛，你控制咗 CIA、FBI 軍方一部分，同埋其他 DIA 唔同嘅中層成員，喺呢啲所有唔同嘅部門全部進行滲透，到最後啊，你上到去乜嘢部門、乜嘢法院、乜嘢審核都冇用，因為個結果都係佢哋內定嘅。美國就是一個這樣的社會，你問我跟國內有什麼分別，我直接回答大家沒有。如果你要為民請命，你要去打官司告某個政府部門機構，你要花很多錢，你還要未必找到律師就幫你去做這件事。如果其實有看龚小霞，因為她本身是美國的嘛，其實她說了很多，她以前因為美國資金打壓她，她要告翻美國之音，要揾個律師，佢揾咗成個州啊，都冇人肯接。佢直情要將嗰件事咧喺報紙啊，小啲報小報嗰度登出嚟嘅，跟住先至有一啲
係就即係年紀好大咧，準備退休嘅啲律師咧，先幫佢肯打呢個官司，就唔為錢嘅。咁你諗下幾恐怖？美國背後嘅黑暗勢力。咁如果你講美國嘅政治，即係恐怖嘅程度，同中共有咩分別？我直情同大家講，冇，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咧，你中國咧，共產黨，你出個黨員啊，即係最近大陸啊，有個官啊，因為俾人捉咗去綁架咧，咁個綁匪咧要求3000萬，咁佢話冇，我得1000萬。竟然呢個官係清廉噶啦，但係佢做嗰個縣嘅官咧就唔係好大嘅啫，啊連埋所有嘢咧，咁佢每個月得5萬蚊嘅啫，咁你按照唔可以唔投資啊，唔收受賄賂啊，咔哩咔啦，你一年嘅話咧，即係你唔使唔食唔瞓咪60萬咯，10年咪600萬咯，係咪？咁你15年先900萬嘅啫，咁佢做嗰個位置唔係真係做咗咁耐時間啊嘛，啊佢可攞到1000萬出嚟。但3000萬就攞唔到啦，但已經叫好清廉噶啦，喺國內。咁而美國咧，任何啊親深層政府勢力嘅人，由細嘅官到 FBI、CIA， 去到最高法院，全部都有利益輸送。你睇翻啲資料咧，全部都有關係嘅，淨係奧巴馬同埋佢老婆開咗啲。好喜歡拿政府錢，我們香港都是的，就開幾間公司投政府的項目，然後 向政府申請撥款。香港的保皇派呢，立法局的保皇派專門做這些事情，美香港的民主派都有的，拿得多與少而已。而美國呢，連總統夫人他都開這些公司，以致癌為名，以幫人為名，NGO 為名，好多個都有，你希拉里都有乜乜乜基金，開呢啲咁嘅基金咧，然之後咧就除咗咧收受一啲商家嘅利益，仲會向政府咧就申請某啲撥款，而政府就會用正義之名去俾錢你。咁所以咧，其實真係冇分別，即係等於喺國內嗰度咧，哦，我想即係賺政府錢，啊，政府最近搞咩啊？哦，電動車有補貼。咁我就搞電動車咯，啊唔係喎，依家唔係搞防疫，哦咁啊整個咁啊整個幾長嘅計劃，哦哦哦呢個計劃可能搞成3-4年喎，咁啊做夠5年啦。山東就搞個260億，就喺方艙醫院搞防疫，大家呢啲嘢呢啲資料成日隨手就揾到，所以你問我中成日都話，哎呀中共好邪惡，美國好正義，我完全唔覺得係。唯一個政見我真係睇到嘅就係特朗普嗰4年之後咧，去到未來嘅2024，因為今年已經係2023噶啦，202411月有選舉噶啦。依家特朗普咧就仍然係共和黨，即係叫做最人氣最高噶啦，最多人支持噶啦。但係其實有個佛羅里達州嘅德桑提斯嘅喎，最初喺2年前，即係。特朗普未想住他會失位嘅時候，即係失咗個總統位嘅時候咧，佢都曾經講過：喂，如果我即係要揾副總統候選人，因為彭斯出賣佢啊嘛，要揾個副總統候選人嘅話，就揾德桑提斯啦。但係經過咗依家2年時間，依家德桑提斯成為咗共和黨第二把交椅，第三個係彭斯。咁所以有啲清醒嘅人咧就會諗，其實美國總統咧共和黨。定是民主黨的人做沒關係，因為呢他們只需要接受操縱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你德桑蒂斯呢已經 被操縱了，你變成就是真的有機會下屆呢就由他做了美國總統，而特朗普在黨內那裡選輸，這種結果都是有機會出現。所以剛才司徒說即係佢話邊個啊？啊 Tesla 老細啊，馬斯克咧就選美國總統，佢見到，我自己覺得有可能。但問題就係、是、你仗仗要點打咧？你對面對嘅咁多嘅部門，你點樣打先？而最近其實咧，美國係有個媒體叫做《真相工程》，
我唔記得咗英文係咪咁，中文係咪咁譯？創辦人就係嗰個人，而佢就行到最前就揭露啊，針針啊，佢個所有嘅造假，即係佢係點樣點樣病毒咧，而變咧可以令到啲針鏈不停咁樣打，即係我喺度直接講。他創辦了一個媒體就報導真相，兩年多前當日他都是在2020年的時候報導了選舉即是舞弊的真相。好了，這個機構越來越大，那你當然要引入不同投資，那他完全是這班股東最初就是支持他報導真相，又覺得、哦、有人支持又賺到錢。因為這個媒體是怎樣呢？他是收捐助的，即係佢可以收捐助，因為佢冇唔會人喺唔會有人喺佢呢個媒體賣廣告嘅。咁而呢一個人就係呢個媒體嘅主席，最近竟然可以俾其他嘅股東可以要求佢放假，唔再處理呢個媒體嘅業務。原因就係入咗嚟嘅所謂嘅高層管理人員，佢係嚟自邊度啊？嚟自左派嘅。嚟自民主黨嘅，即係嚟自佢揭露嗰啲奸商壞人。咁你諗下啦，去到呢度，一個佢自己創辦嘅媒體，佢可以自己俾人哋踢走。咁你話美國由2020年大選之後到依家2023年，有改變過咩？冇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可能司徒比较少讲美国的。美国的加州其实呢，如果啲黑人啊新移民啊冲入去超市那里呢，是可以零元购物的，是不需要给钱任攞的，他只需要不攞得多过港币950元、啊、是不可以报警的。报警警察是不受理，还会闹回你转头。麻烦你赚这么多钱，你帮助啲弱势社群啦，由得他拿啦。日日拿，夜夜拿都得的。美国的法治就是这样、啊。所以那些什么 Antifa、BLM 啊，他们暴动，他们示威游行，没有人会拉的。但是1月6号那些人呢，單止拉被槍殺的。咁喺呢度咧，我就先講住呢度先。阿司徒聽完之後咧，你有咩？第一你講到嗰個咧，其實被槍殺啦，嗰、那個嗱，我知道咧呢單嘢背後咧，其實係一個恐怖嘅黑幕嚟嘅。呢、這個係比白色恐怖更加恐怖啊！因為呢件事咧，其實我哋身在遠方咧，即尤其是咧，我唔同你，即、就、係、是、你有啲最直接第一手嘅朋友。在美國你可以真的跟他了解那個實況。我美國都有朋友，即是 我最好的朋友呢就是 Andy Goh， 即是 Open Sky Radio 的台長，我兄弟來的，我跟他是很好朋友來的。還有 Colin 就是這個三藩市電台的很著名的主持，很著名的一個華人的大師。咁但系咧，佢哋兩位咧係即係都唔會係涉足頭先你講嘅呢啲嘢嘅。變相咧，我一般嚟計，我攞到嘅呢啲資訊咧，其實係唔多嘅。咁坦白講，如果譬如好似阿台長啊，同我，就算我哋揾一啲嘅記者咧，譬如路透社啦，嗱，我同台長都識路透社，我係識彭博，我哋識呢一啲國際嘅傳媒嘅，我自己亦都係。即係識《華爾街日報》嗰啲啦，咁但係背後咧，你講到一啲即係呢叫做好敏感嘅嘢，有時咧佢哋都會有一個避忌嘅，因為嗱，好坦白講，佢哋都可能會擔心啊。例如佢哋本身是美國人，佢哋屋企人，佢哋嘅家人仲喺美國噶嘛，咁有啲嘢可能佢哋都會有個禁忌，講唔講得咧，定係點咧？即係呢條底線，其實做新聞工作咧嘅人都會揸噶，所以咧。即係叫做你同我背後，我哋溝通傾電話，你講咗你有搜集同埋你有好多真真正正係你問你喺嗰度嘅朋友嗰啲屋企人啊等等攞到嘅嘢，其實呢堆嘢我覺得唔好嘥咯。即係國際大型局其實就係要有啲有素質嘅嘢咯，要係其他
譬如其實你講唔到嘅，或者係可能一啲少啲嘅內容，咁即係坦白講，有好多聽眾知道我哋個台個狀況啦，即係尤其是而家受到打壓嗰個嘅得益嘅係好差啦，跟住又成日都會以為啊呢排阿文俊你又病咗，又要去醫個脊骨，又要去去做物理治療啊，你會唔會係跟住阿台長休息啦？你會唔會係冇心機做節目？其實唔係嘅，我正正係因為譬如台長休息，譬如或者老師我唔想佢受到人哋滋擾，咁我一定要係更加係認真咯，同埋係。要更加去不可以放棄，即係呢個是我做運的態度嚟，所以即係我很開心啫。阿金家人啦，即係坦白講，我同佢即係相識的時間不長，但係我當佢是一個很好的朋友啊。即係喺我角度，因為佢願意跟我癲啊嘛，即係好似我跟佢傾下閒偈，跟住講下喂，不如講完社運，認真做一次國際嘢啦咁樣。咁佢一句我好啊，嚟了啊咁樣。咁啊嚟，其實呢一種咁豪氣嘅性格嘅人咧，我自己好珍惜嘅，因為呢個世代其實係買少見少嘅兄弟。嗱，其實即係呢節咧，即係講美國呢節咧，你真係認真考慮出唔出？我就係講呢啲嘢咧，因為我台俾人打到，我就話俾你，即係。有阵时我直播的时候咧，忍唔住都攞十五分钟、二十分钟讲。我谂住啊，分开嚟讲啊，都冇嘢啦。但系就系呢啲，其实就系呢啲。你问我讲大陆嘢唔好啊，即系老实讲，我最多都系黄标限流嘅啫。但系讲头先我落呢段嘢咧，真系有危险性。尤其是咧，你作个标题咧，千祈唔好话唔好啊，同埋唔好讲美国。名都唔好有美國美帝會好啲咯，我真係提醒你，因為咧你寫美國大選啊，你寫疫苗啊、五 B 事件呢啲咧、舞弊事件一定黃啊，黃標事少喎，紅啲咪有機會係，所以咧你作標題又好啊，即係你喺個整嗰個封面都好咧，温和啲，我真係提醒你。咁啊呢度其實咧，你問我咧，我了解美國嗰啲嘢咧，七八成都講咗啦。就太長了，今天條片我就不再講下去了，只不過我是對2024年的大選呢是毫無信心的。現在我真的很坦白說，我不覺得特朗普會贏，因為兩年多時間我看不到美國有什麼轉變。好像現在麥卡錫一樣做了眾議院議長，大家都發覺我很熟的時候跟得很貼，做了眾議院議長啦，佢又跟咗好多程序啦，好似咧好反共咁樣啦，好似咧就隔咗某啲人咁樣啦，就好似好支持特朗普咧，但係到最後你睇唔到任何公義嘅，即係做咗撲街嘢嗰啲人咧，美國民主黨嗰啲咧，同咗中國間諜咧勾搭埋一齊嗰啲咧。佢哋只不過係被撤職或者就被踢出某個會。冇人坐监，冇人被拉，冇噶。反而之前特朗普嗰啲咧坐紧监，有啲甚至乎死咗。嗱，呢啲主流媒体都冇报嘅。咁所以你话美国系一个咩国家咧？即系我可以讲，你移民咧去美国咧，就自己咧就谂清楚啊。你问我咧，英国可能好啲，但系其实每一个国家咧都有自己深层政府嘅。我相信大家都沒有了解過巴西總統選舉，找不到的，主流媒體完完全全翻版2020年美國大選事件，就是深層政府在背後推動了，支持特朗普的巴西總統就失去了總統這個位置，幾百萬有成千萬的市民出街上街支持的總統到最後都沒有用。所以你話呢個世界其實點解有時我講嗰啲嘢咧，同其他媒體唔一樣，或者同其他 KOL 唔一樣，就因為我收到嘅資訊咧就唔一樣，所以我對整個世界嘅棋局嘅分析咧就唔一樣，冇咩正義噶。呢個世界裏邊咧，政治咧係冇咩正義，冇咩選舉咧係真實噶。
你問我真真正正最真實嗰個咧選舉就台灣嗰個啦，兩年前嗰、那個。咁兩年後會唔會真實呢就唔知喎、啊。即係好坦白同你講喎、啊，依家真實，未來唔知喎、啊。尤其是好簡單，當個選舉一轉咗用電腦系統咧，你就真係可以當係假得㗎啦。因為而家台灣選舉咧仍然堅持唱票嘅，咁即係一張一張票攞出嚟，咁咧即時播俾你睇，咁咧就好真嘅，就唔係經過電腦系統咧就撳或者投票嘅。咁你話、台灣啊未來會變成點啊？中美啊變成點啊？其實真係好似阿司徒呢個節目咧講得好啱，真係一個棋局嚟嘅，點行咧？咁啊，真系要睇下佢哋咧未来嘅下一步，同埋黑天鹅、灰犀牛会出现几多咯。嗱，我今日就分享咁。兄弟啊，其实呢个节目咧，我即系容许我补充一次啊。嗱，我再讲一次，呢、這个节目咧，其实系即系去年啊，咁啊三月嘅时候啊，咁啊阿台长同我倾偈嘅时候，佢话其实人生就一盘棋，所以咧我哋个新节目个名。一定要同棋局有关，系啊，所以我觉得你呢个节目名改得几好嘅，咁啊，即系我自己个台本身讲大陆嘢，冇乜点讲呢啲，因为我讲捻亲都黄标、红标，唔系大家一样嘅，所以其实我嚟紧我一定个新路向，我要谂清楚系点样喐噶。你话例如我哋用我呢条频，其实做到嘅嘢好有限，因为已经系一定系入咗黑名单啦，即系呢样嘢其实。即係咁講啦，自己唔識去玩啦，亦都冇諗過商業化啦，所以做咗啲錯嘅決定啦。咁如果即係再咩嘅話，我就唔係咁搞嘅，因為知道啊嘛。即係你而家講時事嗰啲係，不論你講香港嘅，你講國內嘅、大陸嘅，甚至乎你講俄烏戰爭，以至你譬如你講美國嘢都好，其實我哋上年講俄烏戰爭，我同阿台長咧，咁佢開頭有做啲突發新聞啦，有講到即係譬如烏克蘭啊個市長啊乜嘢啊嗰啲黃標，即係跟住講到嗰個烏克蘭嘅特種部隊同俄羅斯特種部隊喺機場嗰度有一場嘅殲滅戰，跟住我哋有一位嘅嘉賓。叫 Aaron Sir， 佢對呢軍事嘢好熟噶。跟住我哋同軍武戲言啊，做咗一集 crossover， 全部都黃標。其實佢真係唔俾你我哋講噶，佢唔想你談論添啊，直情係。係啊，所以算啦，兄弟。其實你就算你話你唔要贏你，佢都黃標嚟噶啦。其實贏唔贏你咧，唔係最重要，係你個意識同方向啱唔啱佢聽咯，即係包括講洗米華咁樣，洗米華講三集，一集係黃標啊，兩集好似係冇事。咁但係對我哋嚟計咧，其實嗰個收益咧係毀滅性嘅，係得翻高峰期三成咗啫嘛。其實個好嚴重啊，所以譬如你，我見到你做 live 咧，跟住啲聽眾好支持你啊，去課金咧，其實我覺得你好成功，因為我哋嗰邊之前即係聽眾都有盡力支持嘅，咁但係咧而家個市道唔好啊，咁我就即係坦白講，我真係唔係當一盤生意咁做，即係我直情係啲聽眾同我講有咩困難啦，跟住我盡量幫得下幫，另外又。有啲同佢講啦，咁你先固定自己先啊嘛。其實十二月嗰陣時，真係嗰個我哋支援國內聽眾啊嗰啲咧，等等嘅支出係好恐怖啊，即係幾倍於呢個 YouTube 得到嘅收益嘅。所以我而家就即係我都坦白同所有嗰啲援助幹講啊，幫唔到手啊，真係對唔住，完全幫唔到手。咁 YouTube 嗰度咧。可以去技術人員同埋個錄音室幫補到少少嘅，咁剩低嗰啲自己暗咯，即係目前咧就係咁做先咯，冇辦法噶啦，兄弟，即係呢樣嘢我諗我明嘅，即係坦白講啦，我哋講真話咧已經好大成本噶啦，同埋就係依家已經去到台灣噶啦，我唔知有冇你有冇睇過阿八總啊，即係有個頻道嘅，
即係日日都屌鳩大陸嘅。係咪咩涉圖日記唔知邊個？咁佢咧誒五條片四條都係黃標啦，依家就其實你做 YouTube 就係你講國內嘢，咪國內搞鳩你咯。你講美國嘢，即係總之唔好嘅嘢啦，美國咪搞鳩你咯。你講世界大事，咁佢又唔想你講，因為佢中間有啲錢銀喺度，即係轉嚟轉去啊嘛，洗黑錢啊嘛。咁你講，佢咪要搞鳩你咯？跟住你暴力又唔講得，鹹濕又唔講得。啊、我最近一直播吹水，同啲朋友喺度吹下水都唔得。你除咗涉圖日記咧，仲有一個叫波特王啊，成日教啲人溝女啊，幾得意啊，講嘢好風趣啊。波特王叫波特王，佢都最初冇喐佢哋噶，但系啊，当佢唔满意民进党啊屌鸠政府嘅时候，咪又黄标咯。佢嗰阵时因为咧，嗰阵时阿蔡英文啊嗰啲咧，成同我哋一齐拍噶嘛，拍啲 crossover 啊，跟住咧同埋佢开咗个叫《粉红日报》啊，就笑啊阿习总啊，笑下、啊、中国共产党啊，跟住仲要咧啊你讲嗰个咧涉图日记嗰个咧，其实嗰个佢成日癫到，系揾嗰啲墙内嗰啲中国嗰啲网民出嚟喺度互相喺度嘴炮咁啊！所以其实我系好欣赏，即系嗱，坦白讲，佢哋呢时节目咪好睇咯，即系你嗰种即系长时间，我想讲即系喺度一个人栋笃企咁样讲咧，由阿郁敏时代开始到而家，嗰个模式其实冇转过，只不过多咗画面啫嘛。你睇翻阿郁敏萧山，其实佢。十五年前，佢甚至乎佢十八年前、二十年前做節目方式一樣噶，即係譬如你講到我台長做節目，其實佢哋老一輩定落嚟嗰個規則，因為佢自己定嘅，所以其實佢哋一直好遵守個規則咧。其實喺而家呢個時代咧，係啲人唔會欣賞嘅，即係好坦白講，我哋自己都知嘅，即係點解我哋聽眾群係拓展唔到啊？係嗰譬如係嗰七千係七千，八千八千，點解會咁樣咧？个原因唔系我哋唔俾心机做节目，唔系我哋做得好好、啊、喎，唔系我哋做啲节目唔好听，都好喎、啊，唔系我哋做得唔好听啊！就算你话萧浩文俊咩都唔识，萧浩文俊低质嘅，但系唔紧要啊，佢身边嗰啲嘉宾个个都高质噶嘛。咁但系问题系而家呢个模式喺现今嘅世代咧，啲人系唔接受嘅。而家中意咪就系、是、哦，最中意嘅咩？打开跟住十五分钟睇马念姐。跟住咪佢好直接，佢净将啲嘢抌落嚟，你唔使用脑啊。跟住你谂晒，跟住佢中间扭两扭啊，化个靓妆，跟住 OK 噶啦。跟住最中意咪可能睇啲女喺度打机，跟住条女喺度啊尖叫啊点样？其实佢打得好唔好唔紧要，佢玩咩 game 都唔紧要。而家变到个文化系咁噶啦。其实你睇到所有嘅都系趋向咁噶啦。抖音就系啲女短裙丝袜化晒妆，拉长只脚喺度跳舞扭。跟住你睇下 YouTube short 嗰啲短片，就係韓國妹、台灣妹，又係嗰啲咩棒球隊啊，跟住嗰啲咩啊，跟住喺度跳喺度成。跟住你睇下日本嗰個人妻啊，我唔記得佢三十幾歲，佢就係每一集就係同一件事，打開一對絲襪拎出嚟喺你面前借位唔走光嘅情況之下著，跟住再襯一對高踭鞋，百幾萬點擊多少日元。咁你已經知道而家咧呢個時代需要嘅係乜嘢，跟住無端端影住點樣喺海度捉只龍蝦上嚟，跟住點樣煮一條片三四百萬，咁你就知道而家嘅人係要啲乜嘢咯。我哋呢啲真係我諗我哋係末世嘅時事評論噶啦，即係我講翻個中肯嘅即係感覺啦，或者。即係我覺得有少少修正嘅，唔係啲人中意睇呢啲，而係 YouTube 希望你播呢啲、拍呢啲，唔使用腦嘅、飲飲食食嘅、帶點色情嘅，但係又比較健康嘅，唔能暴露。其實你講呢啲咧，個 view 數都唔多啊，幾千萬 view 數咧，係喺度坐喺度咧。走光做瑜伽那些誇張的，但是其實你想想、即是你要明白我們這些台呢講時事新聞那些本身呢是不是真的這麼少人聽呢？其實不是的，
但是華人的地方呢講廣東話呢就最多得個一幾兩億兩億嘅啫，係咪先？咁阿蕭生做到咧三四十萬 view 咧，其實已經好叻噶啦。咁不過因為佢當時係食正咗咧，2019年香港嗰條水啦，咁變成咗咧一個即係意見領袖啊嘛。咁啊大肥都成日講，咁但係事實上新嗰啲啦，其實冇乜噶啦，我哋係最新噶啦。咁你話我哋末世咧？我哋末世到直情係明日黃昏噶啦，點解？因為我哋講啲嘢真係好真，唔係報道新聞啊！即係如果你報道新聞嘅，其實我哋啲 view 數啊，各方面嗰啲咧，係多過依家五六倍啊，可以。即係今日發生咗咩事啦？話説咧，有人撞車啊，點點？你報啊，肯定多過七八千嘅。你日日講埋啲唔經大佬，人哋都可以喺報紙雜誌睇到嘅嘢，喺報紙雜誌主流媒體睇到嘅嘢，你整條片你再講一次，佢唔會黃你。點解佢唔會黃你？因為佢俾人睇呢啲咁嘅報導，你講嘅就自然得噶啦。我個台專門講一啲咧係報紙雜誌裏邊睇唔到嘅嘢，所以佢一定黃我表。嗱，所以呢條片咧就。即係我哋都唔好信啊！我唔會放棄嘅，因為我唔係靠 YouTube 揾錢嘅。咁坦白講，我啲即係上次啦直播啦，加埋埋嗰啲網友加埋俾成千蚊，我都覺得好開心。即係老實講，我自己定咗一個月就做四次直播嘅啫，多都冇嘅。哦，你好叻㗎啦！坦白講，我哋上個月啦，我哋嗰、那個總貨今晚啊，2000蚊都冇。所以你好叻噶啦，我想讲真系好叻噶啦。其实之前咧反而佢未 cut 嗰啲推送时候咧，咁嗰阵时会有啲山客噶嘛，嗰阵时会好啲咯，即系个货金额会好啲咯。咁但系就即系你唔好谂到即系啊，系咪你开个台出嚟，跟住啊随便有人货一万几千啊？我谂或者可能仇斯达有嘅，但系你话你睇翻其他咧，佢真系有啊。熟悉好癲啊！啲人貨金，你睇下咩加拿大幣百幾蚊，美金百幾蚊、200蚊。其實咧，阿老蕭冇啲貨金噶，阿大肥啊，阿啤你哥勁嗰啲，但係佢係港紙嚟噶嘛。跟住佢都係港紙，可能100幾十，即係山大斬埋有所謂咯。但係佢就唔同阿仇斯達，仇斯達嗰啲貨金係真係重啊，重貨啊啲人。跟住黃世泰都冇啊，淨係得仇斯達一個係可以咁收嘅啫。點解咧？係因為阿蕭生咧，佢唔敢做直播。佢做咗一次直播，啲人係咁質問佢，佢答唔到有啲嘢。嗱，好明顯㗎，你聽阿蕭生講嘢，你知道㗎。呢位嘅老人家啦，真系啊，我都尊称佢系智者啦。呢位智者咧，嗰、那个现场临场辩驳能力咧，认真嚟讲，佢唔够啊，郁敏啊，台长嗰啲嚟嘅，因为嗰啲系佢即场可以屌到反艇噶嘛。其实台长如果即时大家斗即时答辩咧，其实某程度上台长个答辩能力劲过郁敏添啊。因為佢淨係教書冇得 rehearsal， 佢冇得錄段一定影帶，跟住上堂播佢唔得噶嘛，佢都上堂教噶，上堂喂緊有啲人即刻舉手問噶嘛，咁你阿 Sir 又點啊？你講錯一句會質鳩你咯，而家啲學生唔會尊重老師噶，咁所以咧其實咧如果你話開 live 大家鬥爆時事鬥 band 咧鬥屌咧，如果台長認真同人玩咧，我諗就可能。同郁敏就相差无几啦，吓、啊，即系可能佢冇咁暴躁啦，但系好肯定个综合能力系一定高过萧山嘅。萧山系唔得噶，佢只可以录播，同埋只可以系佢俾个范围你。你好传统嗰啲新闻嗰啲人啊，嗱，我而家同你做个节目啊，阿金家人，一阵间我哋会讲五个问题，个 agenda 点样 set， 五个系边个顺序点样落，跟住我就同你呢度答咯。跟住中间你问啲无聊嘢，你今日食咗饭未啊？嗰啲咁咪答到你咯。但系你一突然之间扭嘅话，即系好似我哋做节目嘅方式，直情系唔夹嘅。喂，兄弟嚟啊，好嘛？跟住好，跟住一开波入边突然之间爆嘅时候，答唔到啊！佢哋做嘅模式咧，就同我哋唔一样嘅。咁真系坦白讲啦，我真系觉得佢哋嗰啲节目咧，跟佢哋模式去做咧，我知系赚到钱。
但係好沉悶，而且係冇任何真相喺裏邊。即係如果新聞稿搜集裏邊求其打個字都揾到嘅內容，我自己睇就得啦。使乜聽你分析咧？使乜聽你講咧？你仲要講完係唔啱嘅，好多都咁啊，多到爆炸啦！咁啊，講咗講嗰啲嘢又唔算數啦。阿小生係最叻噶啦，兄弟啊！其實而家呢個時代咧，啲嘢咧係嗱，呢樣嘢咧，我都有同阿大飛傾過。大飛哥咧，佢話唔得，佢話佢好執著。佢查一件事咧，佢話佢咪睇咗三次四次咯。佢一定要揾到個真嘅答案出嚟噶嘛。但係阿蕭生嗰啲，佢唔會噶，你明唔明啊？我係更加執著。你話國內啲樓價冧啊嘛，咁我咪翻國內睇下係咪啦？明唔明啊？但系萧生嗰啲唔系啊，嗰、那个 CNN 话大陆啲楼价冧，咁咪系咯。喂，仲要话萧生啲人手多过我同你都唔知十几廿倍嘅，真系我讲真嘅。唔系好多咋，得几个噶咋依家。喂，咁啊好啦，我哋几个都冇啊嘛，即系而家你觉得我做大棋局，其实事实上由以前到而家，除咗间中有时国内啲听众订两条片过嚟俾条料我睇睇。其实冇人帮噶，中间你讲嗰啲料或者传播，我净同大家讲啦，其实匿喺后面炒碟饭俾你食嗰个咪我咯，边有人帮啫？即系我哋嗰啲所谓嘅工作人员，佢做嘅就系答下啲问题，答下听众嘅问题，同埋做剪辑啫嘛。其实佢哋冇主导嘅内容啊。其实大家咧，你由 day one 去到而家咧，我想讲你哋睇大棋局嗰啲内容咧，其实我相信咧有七至八成都系我煮出嚟。所以咧嗱，大家真系唔需要担心嘅。系咪啊？台长放假，跟住我乱咁舞啊，跟住会俾佢打啰柚，其实应该唔会嘅。我相信如果即系听耐啲听众，你可以听，甚至乎你见我未去大陆即系医病之前啦，我用翻旧嗰个模式。抽三至四條料，跟住喺度講完講文講國際，你匿埋聽一下，你會覺得同平時啲差唔多，因為其實事實上咧，成個籠就咁煮出嚟嘅，所以咧係嗱，最後條片都比較長啊，最好咧補幾句啊，嗯，因為其實你呢個 YouTube 啦，你講真相醒硬嘅，你唔講一段時間咧。你又拍埋啲無謂嘢咧，佢又會俾錢你揾嘅。點解咧？阿大匪最近八八卦卦嗰度有兩條片，即係你可以睇下嘅，十鳩幾萬 view 嘅，有廣告嘅，係揾部電話鳩拍嗰啲龍虎武師啊，同埋咧就係揾啤牌啊、魔術啊，冇任何嘅即係知識啊，冇任何嘅學即係學到嘢啊，乜都冇嘅。冇內容嘅，咁咪佢本身八八卦卦呢個台有四萬幾訂閱嘛，咁咪俾兩條片佢加埋有廿幾萬 view 咯。咁係唔緊要啦，自己先算。唔係啊，即係 YouTube 其實就係佢想你播啲乜，咁你又播啲乜？啊，兄弟啊，遲啲我轉型噶啦，因為唔得噶，即係我人好屎忽噶，其實我係個好現實嘅人嚟噶，我要戴靚錶，我要食好嘢，我要揸靚車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如果你叫我長期咧去蝕住咗一件事，什麼為理想啊，為良心咧，唔好意思 ，sorry， 嗰個唔係消耗文俊嚟嘅。咁所以咧，我基本上我係等整翻掂我個身體咧，我一定係要向現實出發噶啦。嗰啲受歡迎嘅元素啊，喂，整個靚女出嚟坐喺度打機啊！嗰啲劇嗰啲嘢我都會做噶啦，即係坦白講，冇辦法嘅呢個世界。你問我咧，即係我嚟計，如果你話政治同埋揾食，即係同埋經濟咧，我一定揀經濟。我唔理你邊個揸旗啊，你同我講你係最偉大嘅人揸旗又好，美國最偉大嗰人揸旗好，我唔理，我唔襯你啊！屌我話知我喺邊度？喺火星啊！咁講。一定是經濟行先，我本身就是一個經濟行先的人嚟噶嘛，我不會跟你意氣之爭嘅，所以即係改革一定是有必行的，如果你叫我繼續花咁多嘅時間，花咁多嘅精力，走去維持而家呢個嘅方式，跟住個收益仲要是連工作人員嗰份嘅
成本我都俾唔到，仲要自己貼片出嚟嘅。咁除非我本身啊，我喺賭場做嘢咁樣，我當每日做每日抽四個鐘去做呢個節目就得咯。但如果我成件事我唔係當興趣，我係當一個 sales marketing 嘅 project 嚟做嘅話咧，我就唔會玩呢套啊。所以有時都係咁講啦，大家有時仲有得聽嘅時候。聽一下咯，如果大家是欣賞的話，咪欣賞一下咯。可以譬如話想我哋收支平衡下，咪支持一下咯。咁跟住第日，我轉型嘅時候，更加嗰啲嘢去支持我哋啦。咁又或者我睇法，呢一班聽時事新聞嘅聽眾咧，其實可能佢哋唔會對一啲譬如好簡單，阿蕭文俊攞只撈嚟同你講，同攞個 Chanel 嘅 Coco Handle 同你講，你未必有興趣睇噶嘛，係咪？咁唔緊要，我就會去揾我新嘅聽眾或者觀眾翻嚟噶啦。我會咁樣去擴大嘅，我就唔會係淨係死守呢19,000+既有嘅聽眾。我只會諗點樣盡力繼續係去做翻啲佢哋中意嘅嘢，去滿足佢哋之餘，我一定要諗新路向嘅。即係我唔係嗰種完全唔識創新啊，跟住。快得牛啊！喺度一路怨我唔系嗰种人嚟嘅，我由细到大做事都唔系咁嘅人嚟嘅。既然我喺上市公司，我喺赌场，我可以做到啲成绩，我可以创新，点解我做即系叫做话而家呢啲唔得咧？其实都系一样嘅啫嘛。喂，兄弟，今日咧，今日倾咁多先啦，系啊，倾咁多啦，咁啊，咁啊，新一年啦吓，即系大家都要多啲沟通，咁啊。等我搞掂好个背脊啊，整翻直先，跟住另外搞翻掂啲嘢咧，我就会睇下到时过香港啊，揾你啊，揾阿大肥啊，揾阿啤梨哥啊，揾跟住探阿王老师啊，我会一次过，咁啊到时咧可能再同你倾多啲。诶，大家饮住酒，食住雪茄，出尖嘴及女啦！屌，真系好闷嘅，咪成日咁正经做节目，明知我都啲中意出嚟玩嘅人嚟噶嘛，系咪先？咁啊，唔讲咁多啦，兄弟，我哋下次翻嚟啊！好啦，拜拜，拜拜。今日嚟到呢個火之神啊，咁啊阿朗哥啊特登為我煮咗一味嘅，係咪叫台長嘅呢個牛扒咧？我台長西洋牛扒。嗱，咁我要介紹下呢個即係菜式有咩特別之處啊？第一樣嘢，單手可以食嘅，單手都可以食呢個咁滑嘅牛柳，咁西洋牛扒。咁咧，跟住有出邊有得嚟虎蝦啦。仲有啲味蛋咧，係牛奶啊，非常非常之滑，冇完全冇澱粉質嘅。咁咧就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面豉湯啦。咁啲味菜咧真係非常非常非常之美味啊！咁啊，大家嚟啦，跟住落嚟啊，一定要點啲味，台長西冷牛扒啊！多謝大家支持廣哥同埋支持。梁錦祥風味室同埋佢嘅節目，多謝大家。大家記得訂閱同埋支持司徒文俊頻道啊！